澄清在2009年离婚。虽然目前双方都有新家庭，但两人对儿子小哈利都超级关爱，也十分支持小哈利的梦想，让小哈利多次感动表示，父母不是被动的去接受我做自己，他真的好幸运。而经常与网友互动小哈利，21日就开直播和大家聊天，刚好在直播中提到，爸爸哈林经常都会来到他的直播中，他也特别提到哈林在22日的演唱会，并孝顺的要大家去看爸爸演唱会。没笑这句话却让哈林无法招架，直接笑说不用宣传我离开，还附上一个大笑的表情，好像对儿子的热情举动感到有一些害羞。不过直播意外掉出哈林本尊留言，让不少粉丝纷纷笑说父子两人互动太可爱啦。